第十组的参赛队伍论影。好，那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。好的，我们两边的 QR code 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你扫描是扫描不进去的，我们待会在全部结束完之后，我们的电脑一开放大家才可以扫得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是时间到的话我们就直接关起来，所以一定要把握时间，只有十分钟，就是在下一组表演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再做帮他们投票，占20%，你们的投票占20%，所以是很重要的，这个也算他们的分数之一。好的，准备好的话邀请第二梯次的最后一组的参赛队伍的参赛者润莹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桃园中立的街头艺人，我叫做润莹。好，那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？大家应该很少见，它是一个国乐器，叫做琵琶。那大家对国乐器的印象应该就是，可能很文静，或是想睡觉之类的。那今天就是要来颠覆大家对这个国乐器的印象。其实国乐也可以演一些很多不同曲风的音乐。那我刚好呢，跟刚刚有一位参赛者撞曲了，今天带来的也是千本樱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琵琶版本的千本樱，送给大家。
街头再相遇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第二阶段的第十位参赛者润颖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话，我们的工作人员要。